好，这个专案其实是那个汤师，这个，对对对，师提的。然后其实他因为要回花莲，就先看。那他其实都开好了 iPad 跟这个剪头影片剪头，因为其实目前网络的关系没有办法下得下来。不过 iPad 里面的架构跟内容其实都跟他主题剪报里面都是一样的。主要就是气爆跟登革热到底这两件事情有没有关联？那2014年这个非常严重的气爆的事情，我们先细数我就不细讲，请大家注意的是，在高雄市的前镇跟苓雅这两个行政区，然后时间是在7月31日。那它当然现在南部的登革疫情是这十几年来最严重的状况，已经蛮夸张了，所以大家就在想说这到底是有没有关联性？因为都是今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疾病管制相关局处的一些 data。大家看到2014是完全超过了这个1998到现在，甚至最高纪录两倍。那我们来细看高雄市里面的状况，这个当然比较小，不过我就念一下它这个行政区。小到我看不到，反正三名啦。苓雅、前镇都在里面，而且各位看到那个红色的部分，就是目前这个表格状况是从今年的第一周到今年目前的周数，红色部分就是那个实习生有把它标起来，就觉得开始要爬升的这个数字，其实都是蛮夸张的数字，对比别的县市都是，别的县市可能是零，这边别的行政区可能都是零，可这边是好几把。那好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这些 data 当然都有，不过现在这个官方的网页上面，如果今天要看，因为县市合并的关系，我要看三名，刚才提到苓雅、前镇，这已经缩到太小了，所以我这个是另外抓一个行政区来看。刚才提到三名、苓雅、前镇，就是气爆这个比较严重的地方，也跟这个疫情的这个通报的那个比例也蛮高的，所以到底有没有关联就不知道。那或许实际在想象的那个视觉化或更好的页面，有想到那个高雄气爆的时序图，然后也有想到目前那个伊波拉去把什么时间点在哪里有多少的案例，这个这样的表现方式也可以参考。所以他目前有列了几个目前想要的项目，是说可以用灿烂的模式，然后把地理的资料也可以呈现出来，让一般的民众比较理解这个到底现在有什么状况，然后很方便去追踪。因为他的判断是这个事情会一直延续到明年，因为他不可能那么快就降下来，这是一个十几年来最高的一个状态。好，然后而且登革热病毒当然它的危险在于说它是四种状况，然后你只要中两种，死亡率等等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的。预计就是期待就是不管是资料视觉化或是做一些分析，或者是对于到底气爆的实际的过程，大家就是在讲说他因为气爆完以后有来蛮大的豪雨的一个预计，到底这件事情跟这个登革热的病媒蚊这个关联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，这还是不知道，却没有讲到。那真的讲不出来了，好，那就谢谢大家。